国队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深远飞球，结果这个球杀去了，陈子豪炸裂，炸裂！陈子豪今天球季的第九轰。我才说陈子豪休息太久没有打点，今天两个打点，两个打点，而且全垒打也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从陈冠旭的手中呢，敲出了今年球季他个人的第九支的全垒打。也使得前半局掉了这一分呢，哈，那这一局也用全垒打呢，哈，来这个换颜色。长打要出来啊，那个变化球完全被咬中。